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这个没有受过三皈依的，要享受三皈依，跟着我念就可以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71页，571页啊。从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末后的第三句开始，意业清净啊，身口随之，与口业云不及他过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不及他过，这是世间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士都会遵守的啊。那么学佛呢，尤其重视啊，佛法讲因果，世法讲道德。一个有道德的人做违背道德的事情，这是他不愿意做的啊。所以道德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啊，但是那是好人。如果是恶人呢，他很难接受，他不相信。可是因果能规范恶人啊，因果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？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因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？宇宙缘起，因果就跟着起来了啊。贤首过死，望镜还原观，那是讲华严经修行的方法。他讲的很简单，很扼要，真不容易。那么大的一部经啊，他只是用很少的文字就把它归纳出来。这篇文章不长，全文只有六段，前面三段是今天所说的高等的科学与哲学啊，将宇宙缘起、宇宙的来源啊、万法以及我们自己
这里头有因果。宇宙第一个一念不缺，没有原因。那第二个一念不缺呢？是受第一个影响，第一个不缺是因呢，第二个不缺是果。因果从这里产生。这就是愈迷愈深呢，念念不绝。回头也是一个道理，只要一念觉悟，凡夫就成佛了。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知道佛是什么，这个要搞清楚。要搞不清楚，你是迷信。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。梵文的音叫佛陀也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尾音都省掉。就用一个佛字，陀也都省掉了。佛陀也翻成中国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觉悟的意思。为什么不翻成觉悟，要翻成佛？跟中国觉悟的意思相同，实际上还是有差别。他这个觉悟是彻底的觉悟，是圆满的觉悟，而不是局部的，不是少分的。所以实际上在中国找不到相同的词汇，于是保留着原因，音译再加以注解。所以这个觉有三种：自觉、觉他、觉心圆满。佛有智的意思，智慧。智里面有根本智，一切智。有道种智，有一切种智，它有这么多的说法，这是我们中国字里头没有的。佛经的翻译，当时也造了不少字，这个佛字就是新造，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字，没有人字边的佛有。上古时代甲骨文里头都能看到，但是这个是个人，所以就用他的音加一个人，这新造的字，专门给佛教用的，这字从这么来的。那我们刚才念三皈，皈依佛、佛陀、两足众尊。皈依佛陀，还是省掉一个尾音，佛陀也，那个也字不要了，皈依佛陀。印度人都有这个尾音。你说这个法大摩也，僧僧伽也，他都有个尾音，这尾音都省掉了。有些地方也有，不多见。那么两足尊，这两足什么意思？很多人呢望文生义，把意思全搞错了，认为是两条腿，
两条腿里头最珍贵的啊，那就是人啊。中国人讲啊，人为万物之灵啊，这个解释错了。这个两是智慧、福德啊，足呢是满足，就是圆满了啊，智慧圆满了，福德圆满了，这叫两足众生啊，在富与慧。阿罗汉有福慧，没足啊，没有达到圆满。菩萨也有福也有慧，也没有达到圆满。啊，佛是智慧跟福德了完全圆满的成佛啊，所以才称了两足众生啊，在声闻缘觉里面。佛最尊贵，在菩萨里头，佛也最尊贵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智慧跟福德在哪？从哪里来的？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现在学佛的人很多，能把这个佛字讲清楚、讲明白的人不多。所以造成社会大众啊，产生很多误会，甚至于很多排斥。那我们搬到这边来住，隔壁邻居，那我们在门口的时候贴了一个佛的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他们就很不舒服来说。你贴这个干什么？这个不可以贴。这个好像这家里死人才贴这个。啊，不死人怎么贴这个？啊，很忌讳这个事情。啊，所以我就问他了，我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你晓不晓得？他不知道。我说智慧你要不要？那当然要啊。福报你要不要？那当然要啊。这个名号啊，是圆满的福报，圆满的智慧，啊，这么回事情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天天求圆满的福报，圆满的智慧，我们贴在这里，常常提醒我们。那你不要智慧，不要智慧你就愚痴啊，不要福报你就贫贱呐，愚痴贫贱你又不肯要。啊，那怎么可以不要佛呢？啊，不要佛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了。啊，这么样说了，他半信半疑。啊，我说我们这天天在讲经，有时间来听。啊，你听明白了，听清楚了，这才可以。批评他了，如果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你这个态度对待佛啊，你对不起好人呐、啊，佛是好人、啊、有智慧有福报的好人呐、啊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他？啊，那么现在社会上，没有把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的人。就开口批判的人太多太多了，那道听途说啊，当然佛门也不好，这个我们自己要责备自己，不能怪别人啊。佛门现在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了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教我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形式是外表啊，这些形式仪规是为什么做的呢？是为戒严大众做的，不是为佛弟子。
佛弟子要做出这个样子来给人看。目的呢？目的是引导他入佛门。用佛谦虚，佛不敢说我可以做你的老师，不敢讲。那佛的学生在哪来的？啊，学生要自己找来，你跟他学。那他怎么知道佛的好处呢？所以佛弟子要做宣扬的这工作。啊，在赞颂里面，音乐里头，在舞蹈里头，在一切文艺表演里面，用这种方式把佛陀的智慧、佛陀的功德、佛陀的德行啊，跟他的爱心啊演出来，哦，让外面人看明白了，佛这么好，这里要亲近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讲经有规矩啊，如果要照规矩，前面有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常念、赞佛、啊读经，啊这没有正式讲啊，啊做这些干什么呢？等还没有来到的，听经的有先来后到。等后面的人啊，讲完之后又回向，差不多也要20分钟。你看，一个多小时。现在的社会不行了，现在工业社会，大家都忙着工作，分秒必争，到这边来听经。两个钟点，实际上只听一个小时，他不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规矩统统省掉了。啊，非常简单的礼节。啊，身坐，先拜三拜佛就可以。啊，跟大家一起一鞠躬，佛法叫问讯，一问讯。啊，这个礼节省掉了。啊，那么听经的时间就延长了。啊，2个小时，确确实实可以听到2个小时。啊，这大家欢喜。所以佛法，那佛是人，不是神，是一个有智慧、有福德的人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话说得多亲切。啊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，佛家讲平等啊。又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如来是佛，是佛的别号。啊，一切众生通通都有。跟他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正能，一样的向好，没有差别。那为什么会变成十法界的差别呢？变成十法界的差别，是迷了，是染污了。啊，才有这种
事情发生，迷得最深，造极重的罪业，这叫下三途啊，地狱恶鬼畜生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。那迷了也造业，没有那么重啊，这些人到人道，到天道，啊，天有28层天，越高越殊胜，福报越大。啊，智慧也高，但是他们出不了轮回。啊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情执。啊，情执很难放下了。佛是千言万语啊，劝我们呢放下情执。啊，为什么要放下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情执也在其中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不放下，你不能成佛，你不能回归到本来面目。啊，所以人成佛不稀奇。是回归到本来面目，啊，是应该的，啊，人人都能做得到。佛法修行，就像张家大师所说的6个字，不管什么法门，不管什么宗派。6个字说尽了，这6个字就是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看破放下。看破是智慧，啊，放下了所有一切烦恼善恶业全没有了，那就回到本位了。佛教人断恶修善，但是有一句重要的话：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。为什么？着相就是业，跟自信不相应啊，自信我们经题上有5个字，清净平等觉，那是我们的真心，那是我们的本性啊。中国老祖宗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就说得很清楚，本性本善。本性本善，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都表演过啊，现在是忘记掉了。人生本是歧路正常啊，他的身体把真性把永恒都表演出来，
啊，也就是婴儿三四个月的时候，啊，出生一百天，没有人教他。啊，你看他的父母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生。啊，无论什么人接近他，他都欢喜。那个慈悲心是平等的，啊，爱心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的。啊，到他认生了就不平等了，烦恼起来了。啊，他认得这是他妈妈，那个不是他妈妈，他生起分别心，生起执着心了。啊，所以看出啊，自信里头第一德了，这个第一德就是爱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叫亲爱，最宝贵的了。啊，婴儿时候，你看父母对他的爱，他对父母的爱，啊，再看看他对于所有亲近他的人，啊，抱的人，他都爱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啊，这是真爱啊，这是自信里头本有的，这个时候流露出来。啊，我们的老祖宗看出来了，这个东西好，太宝贵了。啊，如何能叫这种真正的亲爱永远保持而不会变质？就动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就是教育的第一个念头。啊，教育怎么兴起来？看到这个事实啊，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啊。论本性，佛教全是一样的，本性是相同。本性里头有智慧，有爱，有德，啊，万德万能都在自性里头，不在外头。啊，中国人称为本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，这个善是赞美。本性太好了，他通通具足，啊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，啊，没有一样他欠缺，啊，因为事实摆在面前，就是习相远，习什么就被染污了。被染污的时候，他本性不做主了，慢慢本性就忘掉了，习性当家做主。啊，我们现在全是习性的。啊，习性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啊，这就需要教了，就苟不教，性乃迁。要是不教他了，会变坏。变坏容易，变好很难。啊，这个道理佛讲得清楚。啊，佛教心理学就是法相唯识。啊，法相唯识是佛教的心理学。啊，那么佛说心有三个。有两个意，三心二意，这佛说的。
啊，三心二意都不是真的妄心。阿赖耶是妄心的根本。阿赖耶的作用就像仓库一样，所以它也叫藏室。啊，我们所作所为那些资料啊，全在这个里头收藏，一个都不漏掉。不但收藏我们现前这一生的，过去生生世世都收藏在里头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习气的种子啊，泄然的种子，在阿赖耶里头。啊，第七摩那识是执着，坚固的执着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这叫三心。啊，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含藏种子的心，这三心。如果说二意呢，就是讲第六、第七，它的作用很大。啊，阿赖耶作用不大，阿赖耶只管收藏，好像一个资料库一样，它很简单。啊，所有的分别，第六意识；所有一切执着，第七，这两个造业，前五识不造业。前五识是听命令行事，听谁？听第六，听第七。这佛家的心理学，啊，心的作用叫心所，啊，心所法有五十一个，就是五十一种。啊，第六意识，这五十一种通通具足，所以它的能量最大。啊，这个心起什么？起些什么作用？那、啊、你一看，全明了了。那么，所以，做父母的人，对小孩最大的事情，就是把他教好。啊，他叫好，你家里有传人，啊，有圣贤出世啊。从理上讲，人人都是圣贤，人人都是佛菩萨，完全看你怎么教。在古代的中国，一般大众啊，对这些道理都懂，没有念过书、不认识字的人，他也懂。他从哪里学来的？他从文艺表演里面学来的。啊，中国古人。因为学校不多，那老师也不多，怎么样教化全国老百姓的人民？怎么教的？文艺表演啊，每一年有许多节庆，这个时候大家放假啊。与民同乐，啊，就有些表演、杂耍、说唱艺术，啊，内容呢，都是讲仁义道德，啊，都是劝
孝悌忠信，所以一般人普遍都知道。中国这一套的艺术啊，对中国旧社会的贡献太大了。我们也担心呢，现在人都迷上了电视了，都迷上了网络了，说唱艺术没有人看，实在讲呢，那些内容现在人看不懂，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孝，什么叫顺，他不懂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民间这些艺术，我们很喜欢。小孩上小学，三四年级，下课回家都走路啊，回家到哪里去？到茶馆，去听说书，听说唱，我们学很多东西啊，很能吸引人。老人没事泡一杯茶，一面品茶一面听听说书，是不是就跟讲故事一样啊？讲因果报应的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！所说的是真人真事，不是预言。不是小说长篇的你像说西游记，那就不是一天两天，它有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，这一回就是一次排三四十回，差不多就一两个月。这些说唱的人他们是流动的，这个地方住两个月，到那个地方住两个月，所以他那个词滚瓜烂熟，表演的真生动啊，那是教育，那是社会教育家，把人全教好了所以古时候政治清明，人民难落太平盛世怎么造成功的？这些人有大功德这一批社会教育家他们不辞辛劳，选在这种行业，学成功之后，贡献给社会。一生劝人行善等物，来生天道。他要学佛念佛，他决定往生，他干的好事。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所以教之道贵一传。怎么教？古人教学。儿童的时代。注重是怎样保持他的清净心，
自性本善。怎么样保持这个？教育目的在此地，不是叫他多读书，是叫他保持。上学的时候，老师接着教，学前父母教，特别是母亲。母亲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懂得这个理念，教育小孩的理念，教育小孩的方法，他要懂这个，把小孩养成圣贤的根基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扎根教育。扎根教育是母亲的事情，母亲太伟大了，教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教？从怀孕时候开始教，叫胎教。怀孕这10个月，母亲的身口意要非常谨慎，思想要纯正，没有一丝好邪思妄念，绝对不能有，影响胎儿。言语如火，决定不能发脾气。发脾气，心里生闷气，因而受负面影响。所以怀孕这10个月会欢喜。所以怀孕有怀孕的理呀。小孩出生之后，一直到3岁，这个1000天，3年1000天，母亲一定要把他管好。所有一切负面的、邪恶的、不善的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见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这个小孩所接触的全是正面，全是善行，所以他3岁，他就会很懂事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他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3岁看80。”30岁。学成的，80岁不会改变的，这是中国教育，全世界没有第二家。我看到的时候，现在有提出来说要做中国人了。什么是中国人？这就是中国人。中国人确确实实超越世界上，许许多多的族群，中国这一种智慧，教育的智慧，教育的理念、方法、经验，是人类的瑰宝。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学，人人都能成圣成贤。这个教育，这就是传统的文化教育，一定要复兴。我们这200年收获了，
迷在外国的科学，迷在这些东西，把自己东西丢掉了。自己东西跟外国东西细细的比较，我们比他好太多啊。啊，中国这些这套东西能够帮助全世界走向安定和平。啊，能把地球造成极乐世界。科学技术做不到。啊，科学技术到今天，科学家也发提出警告了。啊，科学要是继续不断往后发展，可能50年之后，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。这个话是真的。我们看到二战之后，就是最近的70年，科学发展对地球带来的灾难就知道了。科学让人有能力破坏大自然的生态，大自然生态破坏了，平衡就失掉了，啊，灾难就会现前。灾难不是自然，自然是最完美的，是最好的。佛教人，中国古圣教先贤教人，都是叫我们随顺大自然啊，大自然的规律叫道啊，这不是人创造的，不是人发明的啊，这叫道。遵守大自然的规则，这叫德。那所以中国人主张要顺大自然，不能违背大自然。啊，外国科学完全搞违背大自然，搞得太过分了。啊，那么今天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核武，发展核武，研究在向上提升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那人要不觉悟，还继续搞这个，这就是科学家的警告。如果爆发一场核武战争，地球就毁灭了。啊，现在爆发也毁灭了。啊，每一天在研究，花那么多的军费，干什么？目标是同归于尽，就是大家一起死。这个战争没有输赢，同归于尽啊，人糊涂到基础啊，才干这个事情啊！啊，爱因斯坦是外国人，
如果是中国人，他绝对不会发明原子弹。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智慧？有。为什么不发明？不干这个坏事。啊，中国人相信因果，制造这些核武，果报都在三途，在地狱。这是很重的罪恶。那么教学的方法着重在一门，皈依专。专的目的是什么？专的目的是要他开悟，目的在此地，不是让他记得很多。啊，记得很多那是副作用。不是主目的，主目的是教小孩得定。啊，因为小孩他也会胡思乱想，天天叫他读书，天天背书，书里什么意思也不懂，只叫你念。用这个方法收心，啊，保持儿童的亲近心、平等心。保持他的天真，十几岁有啊，不少啊，十几岁就智慧开了啊，智慧开就很懂道理啊，那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，特别看议论文，你能看到的智慧啊，多大的学生呢？八九岁啊，小学二三年，这个三四年级啊，二年级学造句还不能作文，三年级就学作文啊，字，一篇文章的字不超过100个字，短文啊，三四年级，五六年级就长篇大论了啊，就能做差不多300字的文章啊，看看小朋友所写正知正见的看不出啊，他是儿童啊，很懂事啊，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要珍惜，要爱护，要承传，要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学，世界就有和平，世界就有盛世。那么人与人之间不及他过是道德，那别人有过失也不必说，啊，朋友有归过这个义务啊，真正好朋友志同道合啊，他有过失要劝导他，劝导的时候不能有第三人在场，为什么？他要面子，这个都要考虑到啊，而且告诉他顶多2次，告诉他了，他没做到，还可以告诉孩子。做不到，以后就不要说了。说怎么样，结冤仇了。
啊，这些过去老师老人都会教我们，啊，见到别人的过失，第一个反应是自己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不批评人。啊，口业不及他过者，实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，这是大德。不见人间过，是谁呀？佛菩萨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往生的条件只有三个。第一个，真真相信，啊，你不能怀疑，决定有极乐世界，决定有阿弥陀佛，啊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你相信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我真愿意往生，啊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，现在讲移民呢。以名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一心专念，就念这句佛号啊，经教懂不懂没关系，这三个条件具足，决定往生。古往今来的例子太多了啊，就在我们眼前的同学啊，真干的人，你看他往生多自在，而且都是预知识之啊，知道哪一天走一般念佛人，念到这个功夫，大概是3年左右。它不难了，3年就成功了。有特别因缘，啊，去年年底。11月21号，东北刘素清居士，他发愿跟大家做一个榜样，往生快快乐乐往生。啊，发心求往生。到真正佛来接引他，不到一个月，啊，做样子给他家看，念佛人真这么自在，这么潇洒，啊，他的妹妹刘素云有一篇详细的报告，我们这做成光碟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在他姐姐往生之前16号，他姐姐是21号往生。16号，好像只有一个星期。啊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说出一个数字，2012。
一一二一一二，这么一组啊，阿拉伯字，他把它写出来，心里想到，是不是他姐姐往生的时间？2012年11月月份，21日期，12:12。他把这个纸头送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看了笑笑，就收起来了。果然，21号中午12点，一分一秒多长。16号得到这个信息，21号往生的。往生之前，许多莲友啊，大家在一起聊天呢、欢欢喜喜，有说有笑啊。时间一到，他就跟大家挥手再见，就走了。这么自在呀！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。他要做榜样，因为国内有一些人对这个汇集本反对，不相信。对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有意见。他来作证，他就是念这个本子，就是看这个注解，就是听我在讲，跟大家分享。他说我要做个证明给大家看看，我完全依这个本子，依念老的注解，依照我光碟上所说来修行，修行时间不长。我听说只有3-4年的时间，他的妹妹修行时间比他长，他妹妹想做实验，他说不行，实验我来做，你还有任务，你不能走。做得这么圆满，所以不见他人过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说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”真正修道人，顾自己都来不及了。哪有时间就顾别人？这是真的。先把自己顾好啊！所以看到别人过，第一个反应是反省：我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对于这个有过失人，不但不责备他，还感谢他。为什么？感谢他提醒我。我要没有他提醒的时候，就没有人提醒我。范围很大，一切有情。经言之呢，则包括有情无情，万事万物者，一切法都是他。万事万物啊，全是教导我们的。会学的人，处处都是佛菩萨在提醒你，在教导你。不会修学的，佛菩萨在面前不认识。
一切无过，万事万物的一切法，一切无过，本质无染，清净本然，本质圆成。首楞严经上所说的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六根跟外面境界接触，要懂得守住自信。自信是清净平等觉，心是清净平等觉，看外面境界也是清净平等觉。这是佛知佛见呐、如首楞严，首楞严是梵语，那意思是一切事究竟见悟，完全是你的看法。你从哪一个角度上去看？前面我们讲过三观，三谛三观。如果从中谛去看，确实一切事究竟见悟。啊，用中观这个看法看宇宙，看万法，是菩萨。啊，用空观多半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；用假观是三乘菩萨，没有见性的。啊，是法界里面的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。啊，他们是假观，中观呢，那是粗住。以上住十宝庄严土，又如圆觉，这圆觉经上的话，住戒定慧皆淫奴痴，俱是梵心，又一切烦恼毕竟现土，是故一切平等无有可及者。啊，你讥笑别人呢，是心里头不平等的。真正到平等，就没有可讥的。为什么会平等？因为不管是善法恶法，都等于零。啊，空的，不可得。这《般若经》讲得好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所以一切善法。等于零，一切物法也等于零，零跟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真正懂得三观的人才行啊！没有这个程度不行。啊，没有这个程度，他有烦恼，他有习气。啊，他有分别，他有妄想，他有执着。啊，把这个世界搅和乱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自信清净心就是真如自信，真如自信一尘不染。经中里说的多，说的详细。净土宗教常寂光，啊，常就是不生不灭，寂就是清净，丝毫不染，啊，光是光明，它没有声响，
他也没有心相，起心动念相没有，这身相也没有，什么相呢？一片光明啊，身心都融入光明当中啊，好像我们这个房子十几盏灯打开之后，光跟光都相融了啊。那么入常寂光，给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常寂光，光光相融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立刻想到，一切诸佛无量界修集的功德，跟我相融了。我能不能用到？当然能。我跟他融成一起吧，怎么会不能呢？诸佛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我通通都用上了啊！诸佛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诸佛的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个是学佛最后的目标，啊，圆满的目标。这个境界，《华严经》称为妙觉。啊，最高的果位啊，等觉还达不到，等觉还有一分，无时无明的烦恼没断干净的等觉菩萨，这一品等净了，他就回归常寂光。回归常寂光的时候，十报庄严土就不存在了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没有说十报土是例外的，没讲。十报土不是生灭法，但是它证得的时候它现，圆满的时候它就隐了，它就没有了，隐现。不能叫它生命啊，那么能不能叫十报土常现前呢？能，那肯定的，一般大概都是。为什么？那个里头有41个阶级的菩萨在那里修行，这些修行人都需要帮助啊，只有妙觉如来道家慈航回头回到十报土里头帮助他们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阿弥陀佛在常寂光里面称为法身佛，法身没有相，在十报土称为报身佛，在方便土、同居土称为应身佛啊。但是阿弥陀佛很特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的身，同居土现的身，方便土现的身，通通是报身，这个太稀有了啊！不像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，他在我们这个世界现的是应身佛。极乐世界也有个道理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说，阿弥陀佛48愿第20愿有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
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的菩萨是化身菩萨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啊，也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，凡夫要修成化身菩萨，一般经典都说要修无量劫，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可是到极乐世界的人呢，马上就得到，甚至造作种种不善。这真正不得了啊！啊，造作无逆，手无逆是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触佛身学、破惑惑身，造这种罪业是无间地狱。那假使有个人他造了，真正造了无逆受，啊，但是他回头了，他忏悔了，他认错了，后不再造了，这样的人念佛都能往生，显示出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。啊，第十八愿的时候，不但讲无逆施物，后头还有一句啊，回报大乘。那回报大乘的罪是最重，没有比这个更重的。堕在无间地狱，出不来。可是临终一口气还没断，这个时候忏悔认错啊，对于净土法门深信不疑，发愿往生，念这句佛号十年必定得生。这是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啊！没有能比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能吗？能。什么道理？因为一切法是从自性生，自性是纯净纯善，没有我是假的，我是迷的时候才有，觉的时候它就没有了。啊，觉放光啊，光照黑暗，黑暗就没有了。理上讲得通啊，一念觉悟，自性光明普照虚空法界，跟佛一样所以我们要把万思万念放下，恢复到身心清净平等，用清净平等心
看这个世界。你就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能看到这些人造业受报。啊，有缘能劝他，劝他才能相信，他能回头。啊，真正信愿持名，这个人得度了。啊，不能的，给他阿赖耶识种种子，叫他知道有阿弥陀佛。啊，阿赖耶识有种子，将来一定有缘，这个种子会起作用。啊，最后必定往生极乐世界。下面善护身业，不舍律。啊，律是戒律。仪是仪则，是威仪，啊，是规矩。我们今天讲礼貌，大乘一章第十有说，言略一者，治恶之法。说明为律，行以律戒，故号律矣。啊，治无，就是无戒是治无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这叫止恶。佛定的这个法，这个法就是律，像世间人的法律一样，一定要遵守。啊，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很多。古时候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要从戒律下手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所以现在佛法衰了。啊，我们在今天只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。佛法还存在这个国家里头，啊，怎么存在？它是小乘，小乘的经律论在那一边普遍弘扬，全国人民都能遵守，啊，他全国人民，佛教徒占78%，这个叫做啊，总统带头，总统每天早早晚课，去年11月我去访问，啊，到达科伦坡。我们就进入总统府，啊，在总统府里面吃午餐，跟总统谈话3个半小时，啊，访问9天，
我们见面四次，啊，每一次最短大概都1个小时。啊，参观总统府的佛殿，啊，没有想到他的佛殿是在院子里头，在菩提树下，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菩提树，佛像呢就供在菩提树下，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。啊，他的早晚课每天在树下坐。我看到很感动。小乘落实，好啊。好在哪里呢？真正是大乘可以建立的缘分啊，没有小乘，大乘是假的。佛在《佛藏经》里头说的，不是《大藏经》，单单有一部经叫《佛藏经》，分量不大。啊，佛在这个经上说过，佛子、佛弟子。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你，你是弟子啊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小乘几乎全部传到中国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南传巴利文的藏经，就小乘经。跟我们中文藏经阿含部一对比，啊，南传只比我们大概多50部，完全是3000多部，啊，50部，差50部算不了什么，啊，可见的我们当年对小乘的翻译。很认真啊！小乘有2个宗派，居士宗、陈师宗。啊，这2个宗派到唐朝的末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因为唐朝中叶。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不修小乘，把小乘放弃了，怎么办？用儒跟道来代替。儒道是我们本土的文化，非常亲切，而且内容呢不亚于小乘，用它来代替可以做得到的，所以我们这样就换了。啊，那么这1300-1400年的沉寂，可以证明祖师大德这个做法没错。啊，唐宋元明清，世世代代都出高僧、高士，都有成就，这就证明，啊。用儒道来代替小乘可以啊，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儒道不学了，小乘也不要了，大乘变成空中楼阁啊。佛教在今天为什么这么衰？原因要知道。
中国传统文化复兴，包括佛教。啊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，这三个缺一个都不可以。佛在中国把中国的儒跟道都融合了，都融成一体了。在形式上有分，实质上没有分别。学佛的人读四书十三经，读这个读老庄，这道也都修。道长读佛经，读儒家经书，儒家的学者也读佛经，也研究道。所以实际上早就融成一体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。决定不能少佛了。少佛，我们的东西不能向上提升的。这个话是唐门比说的。唐门比曾经说过，古时候中国人心量很大，能够包容异族文化，就是指的佛教。汉朝那个时候的人，佛教不是自己传到中国来的，是中国的皇帝知道。西域有印度佛教在那边流传，派特使到那边去迎请，皇上把佛教请到中国来的，请来之后，朝野一接触，对佛教就非常欢喜，就把这两个法师留下来了。佛教是这样传到中国来的。那么紧接着就是大量做翻译工作，从梵文翻成中文。我对于这桩事情有疑惑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看一篇文言文，我读书的时候，教科书里头还有文言文，有老师翻译的，有专家学者翻译的，翻译都不一样。说老实话，原汁原味翻不出来。因此我就想到，梵文翻成中国人会不会有错误，对这个有怀疑。我问过方老师，方老师是个学者专家，他告诉我，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。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啊。
古时候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自信心。因为我提出问题，为什么那些梵文经典到中国来的，到现在一部都没有留下来？到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这什么缘故？老师告诉我的，中国人有强烈的自尊心。说明翻译的意思决定没错。敢说这句话，没有犯错。第二个呢，肯定中国文字比印度的梵文还要华美。换一句话说，翻译成中文之后，学中文的佛经就够了，梵文就不用学了。这是古时候的中国人。跟现在完全不相同啊！现在中国人可怜了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信心，甚至对自己国家民族都没信心，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多少中国人到外国去买房子，把钱存在外国银行，这什么？中国靠不住，外国靠得住。不就是这个念头吗？极大的错误啊！我遇到真正好的学佛的同学，我都劝他回过来这个世界灾变一场只有中国这个地方灾难最轻。他问我为什么？这是祖宗之德了。老祖宗有德，我们缺德不过是200年了。中国历史10000多年了，10000多年都是积功累德、断恶修善。最近这200年，这些儿孙不孝顺，所以有一点小灾难，惩罚惩罚，不至于要命。我是从这个道理上看的，外国不行的，外国没有这个积功累德的因的，没有这个东西。那灾难来说抵不住啊。我都劝大家回来，对自己的国家民族要有充分的信心。对目前是政府没有信心，要对祖宗有信心。说对祖宗没有信心，你到外国去更靠不住啊！外国一变动，你怎么办？真麻烦。我这些年走过很多国家地区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连科学家都提出化解灾难的方法。美国布莱顿量子力学家。3年前。在悉尼，这些科学家在那边开了个会。2天，第一天报告量子力学最新发展，我看到这个报告很欢喜，跟佛法越来越近。
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不属于宗教，是属于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量子力学家的最新的发现，居然在《大乘经》里头。大乘经是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讲的，他们现在才发现。你要是细细去看佛经，你就会感觉到合情合理、合法。教人做人，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善人？真正善人，起心动念与心德相应。佛教没到中国来，中国的心德就建立了。五伦是道。道是自然法则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自然的。父子是道，夫妇是道，兄弟是道，君臣是道，朋友是道，五伦是道。说明人跟人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循着道，不违背道，这就叫德。德五个字啊，仁义礼智信。五个字，仁爱人，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仁啊！就是亲爱的发扬光大，让你能够爱一切众生。第二个是义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叫义。面面都顾到啊。第三个礼，礼是人与人在一起生活。必须遵守的规律如果大家不讲规矩，这团体就乱了礼是规矩，世世代代中国人都遵守国家政权掌握到了，你看中国历史25世绝大多数政权建立5年就颁布礼乐皇上颁布礼乐，全国人遵守，社会就有秩序，社会就不乱这一次100年，满清亡国100年没有颁布理由没有颁布理由就是乱世
下一代的人写历史，写这一代是乱世，没有理由，就是说没有规矩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礼仪完全从四上讲，啊，下面一个是智慧，啊，智是理智，叫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有理性，不能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就会造罪业。啊，要明理。啊，最后一个是信，人要讲信用，决定不能欺骗人，仁义礼智信五德了。这个五德叫常，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，啊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行得通，啊，五伦是大道，五常是大德，啊，五常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应，啊，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信，跟佛家五戒完全相应。人能够坚持把五伦五常做到佛说，来生他生人天两道，他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这就是善行善念的标准啊。佛家定的标准跟中国老祖宗不谋而合，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印度到中国距离非常遥远，啊，交通靠步行，再就是靠牲口，骑马骑骆驼，啊，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文化传播要靠真正的发现人，发现那是赤尽千辛万苦把这些典籍运送到中国来，啊，中国人也用相当长的时间，啊，有规模的翻译，翻成中文经典，不是容易事情的。为什么要翻？它是宝啊！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做一个一生快乐幸福，而且又能够获得真实智慧。啊，物质生活方面，佛家说得很好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有求的理论，有求的方法，遵守这个理论，遵守这个方法，如理如法所求，这个得到
是正确的，不造业。啊，不正当的手段得到，那个有罪。现在虽能够享受，未来会吃苦头。啊，国家法律没有制裁你，因果逃不过。啊，从前读古书的人都知道啊。又新思潮。自持记里面说，通尽致直明律，这把戒律两个字的名字要搞清楚啊，通尽致直，也就是哪些事情不能去想，不能去说，不能去做，这叫境界啊，都是与性德相违背的啊。性德是仁义礼智信，换一句话，相违背的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这是决定错误啊。所以佛是境界，你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啊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个五条通尽。在家出家都要遵守，学佛不学佛也要遵守，做人的道理嘛。那佛法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你怎么能向上提升？啊，造作有相，这叫疑。疑是外面的唯疑。别人能看得见的。言行举止，通通有规矩。出家必求，要受250条戒。这250条，实际上真正实践的不多。大概只有30几条，其他的全是唯一啊，包括行住坐卧都要有样子，有仪有则啊，大家看到欢喜，向你学习啊，那么这些表演都是教学。不但是开班呢，跟大家讲经说法是教学。啊，出门一举一动都在教社会当中。啊，要向出家人学习，出家人成为法师。啊，师就是教人的，就是给别人做榜样的，做模范的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